大聂苏甲洛港大专文青会返乡服务队拢会举办返乡服务的活动，透过精彩丰富的学习课程，让学生了解到新的事物，嘛让暑假过了更加充实。洛港大专文青会是来到洛港国小进行为期四天的服务活动。为了让小学生有一个充实的暑假，洛港大专文青会返乡服务队逐年拢在洛港小学举办返乡服务的活动，就有各种课程和学生做出来接受新的事物。因为我们都是各居在外地的陆港人，就是在外地读书的大专生，对。然后我们小时候其实有些伙伴有参加这个活动，也是给大哥哥大姐姐带。然后我们这次就是很多人就想要回，就跟那些大哥哥大姐姐一样回来，然后回馈乡里。然后我们这四天有一连串的活动，像我们昨天呢就是实验室，然后下午有类似那种运动会活动，就是跑跑陆港人。那现在记者拍的是我们魔法教室，就是教小朋友一些科学知识。然后下午有小朋友最期待的大地游戏。隔天呢，我们会有，就是因为像小朋友现在的小朋友都是接触3C产品居多，很少在玩玩具，所以我们准备了古早味游戏，就是让小朋友接触一些之前大朋友玩的童玩。对，然后下午的话，我们有大富翁的游戏，是让小朋友能自主跑关，就是一些让他们有自己的想法，看要去玩哪里。然后晚上我们伙伴会准备一系列的精彩晚会活动，带给小朋友惊喜。透过这个活动，让小朋友会当认识更加多朋友，每当在活动当中学习更加多新的事物，以及在地文化，过一个充实的暑假。新中华新闻蔡良谦录港采访报道。